香港人越来越注重健康，带动运动用品的需求都增加。有公司就首次在香港推出运动手錶。香港非常注重时尚的元素，看到香港的市场对于跑步的文化开始炽热，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适当的时候去扩展手錶的产品。New Balance 觉得香港市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所以他们预留了足够的数量的产品在香港市场是做销售的。公司今次推出的包括 EX905 和 EX906 运动手錶。这两只手錶的外形和普通手錶没什么分别，但是就有50米防水功能，亦都可以显示出运动时间、跑速、跑程、总能量消耗等等的资料。而 EX905 手錶可以额外配置一条蓝牙心跳带侦测心率功能。这条蓝牙心跳带亦都可以兼容其他器材，包括跑步机和智能手机。心跳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它本身連接了一個蘋果的免費 Apps， 那個 Apps 叫做 EX Tracker 的。那這個 Apps 最重要的情況就是裡面已經搭載了不同的運動模式，可以選擇自己適當的運動，譬如跑步、踩單車、行山等等，能夠更有效去針對那個運動的效果的。另外它有一個即時的心率的監測，有效地計算出自己的卡路里的消耗，針對需要減肥或者去鍛鍊心率的朋友非常重要的。而這隻 EX906 就內建了 GPS 全球衛星定位功能。906是針對 GPS 這個特有的功能的朋友而設的。 GPS 亦都可以上載回去電腦的軟件，即時給朋友知道或者你自己跑是多遠、多快等等的數據。而且GPS 方面它有一個好處，就是它的數據可以精準地計算得出來的，所以它的距離或者速度能夠給用家會一個更加精準的數據，尤其對於一些準備訓練、比賽等等的情況尤其重要的。就來到一年一度的馬拉松賽事，負責人就說希望產品可以將科技融入跑手的生活當中，而公司在未來也都會繼續拓展香港的運動產品市場。月底就是農曆新年了，很多人喜歡買餸自己煮，一家人齊齊整整在家吃團年飯。不過現在買餸不用一定來街市了，用 App 就可以了。為了推廣本地信譽蔬菜，蔬菜統營處特登整了這個 App， 讓市民足不出戶用手機按幾個掣，就有本地新鮮生產的蔬菜送上門。一按入個 App 就會進入這個版面，每次你想買菜的時候，按入主页中间第一栏选项购买时令蔬菜，会见到整个 list 的本地菜给你拣。除了菜心和芥兰这些绿色蔬菜之外，粟米、番薯、菇、莲米都有得买。 list 的上面可以拣用新品、人气、价钱几种方法来做产品排列，亦都可以按分类，就会见到这个 app 卖的菜分三大类。譬如我只是想买有机菜，进入去本地有机蔬菜这项，个 list 就会筛走其他非有机产品，方便挑选。提啱想要的产品，进入幅图入面，输入要的数量，再按加入购物车。个 app 会问你想继续选购定是去购物车，按到购物车就会见到你拣了啲乜嘢货品啦。买够$100可以安排免费送货，按购物车嗰页的底部送货自取安排这个掣，按送货，输入送货地址和联络电话，按确认，跟住就会出了这张单，上面显示埋预计送货日期，而送货之前会有专人打电话给你确认的。至于俾钱方法有两个，货到俾现金又得，用 PayPal 都得。这个 app 卖的菜由渔护处认可和监管的本地信誉农场生产，质量有一定保证，大家可以安心地买。不过要提一提大家，红日菜场是休息，不会送货的。如果想初一有菜食，就记得早两日订了。